CDD10-070。外观展示：1.0吨窄腿电动堆垛车，经济型，宽视野，低能耗，每天仅需2度电，满载工作时长3小时，轻载6小时。CDD10-070 标配2级门架，最大起升高度3300毫米，其同系车型为 CDD10-080，单立柱型门架设计，最大起升高度1950毫米。工作状态：高强度一体式货叉，有效避免因误操作造成的货叉变形和损坏，免维护蓄电池、内置充电器，使用更便捷。细节特写：窄腿堆垛车适用单面托盘，机械转向结构更可靠，维修费用低，起升电线位有效避免机械冲击，延长电机电池寿命。 CDD10-080 单立柱车型视野更开阔，